堂真情实感，吃瓜保证新鲜，酷的娱乐圈每天八点见。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首先呢，让我们欢迎出我们今天的圈主播秦文静，欢迎文静。Hello， 你们好，我是秦文静。今天特别开心，把文静请到我们酷的娱乐圈哈。那首先呢，我们要问一下，其实2020年是一个娱乐圈相对比较不平凡的一年，所以你今年有没有什么工作计划和安排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是刚刚从宁波杀青了一部电视剧回来，可能接下来还是要去拍戏。那其实文静已经演出过很多角色了，在这么多角色当中，有没有哪个是你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去年有拍一部电影叫《黄姑头》，然后在里面饰演的那个角色，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她跟我的本人差距非常大。她是一个农村的女孩，然后呢，在她的一生的经历里面特别坎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平时可能是够不着的一个状态。然后好像之前跟宁静姐姐还有合作是吗？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跟宁静合作是什么感觉？那我觉得她对我来讲，就是跟她一起演戏可以学到很多，她有她自己很独特的那一面，然后也很真性情。因为我跟她演戏就觉得只要是演一场戏，她只要一开口，我就可以立马在她身上吸收到很多养分。在片场他是极度专业的一个人，就是你看到他有一股很强大的气场。对，跟他相处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怕怕的感觉吗？那倒没有，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戏都在一起演对手戏吧。然后我也比较的崇拜他，就是我看到他以后，我会去看他在诠释角色的时候有什么点是我可以吸收到的养分。之前在节目当中，赵薇导演也说过哈，说其实现在女演员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特别难出头，所以你觉得你能被这么多人喜欢，被大家看见，你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觉得我应该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只要你想要做到最顶端的那个样子，他一定是要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的。接受这一点以后，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很多怨言，就会比较专注于自己的一个点，然后以自己的目标去努力。文静心态特别的平和，特别的成熟。经常可以看到你拍的特别多好看的照片和视频，有没有给我们传授一下，分享一下你拍的美照的小技巧好不好？首先我觉得找光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自己拍照的时候可以拿手机多照一照。如果你现在不够美，其实可能不是你不美，是光把你打得不够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爱自己吧，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看，你哪怕是一个那种扮丑的样子也会很可爱。就由内而外的自信美。好，那文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工作计划或者安排？接下来就还是拍戏，就可能要进到剧组去。好，我们也希望文静接下来的工作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那我们就用我们节目的方式来开启我们下一个环节好不好？来，3、2、1，话不多说，赶快上车，前方娱乐圈高能预备。关键词：爽爸又惹上麻烦，坑爹听多了，现在轮到坑娃了。周震南因为爹妈老赖被声讨的风波还没平息，郑爽的爸爸又摊上事儿了。昨天有媒体指出，郑爽爸爸郑成华担任最终受益人，并且持股份40%的餐饮公司经营异常，累计欠税公告6条，涉及金额为2859.19元，公司法人已经被官方限制高消费。虽然爽爸并不是餐馆法人，但却是公司最终受益人，怎么看都有一定的责任呢。即便粉丝们喊话爹妈行为误上升到偶像，还有的粉丝指出爽爸这几年可没少给女儿招黑啊，越红的爱豆越是怕一招楼塌了。不过要圈哥说，大家都先冷静下，还是看后续怎么发展吧。关键词：谭咏麟出席网红活动。最近有网友抛出谭咏麟出席某网红活动，校长西装搭配皮靴，相当精神地说，校长载歌载舞，似乎已经完全沉醉在这一次表演中，而且还完全看不出是70岁的样子。不过谭咏麟会现身该活动现场也确实令人感到意外。据网友爆料，出席这次活动的表演者大多是网红，此时也遭到无数网友的吐槽，称其参加这种活动未免显得过于落魄，有点掉价，是不是因为太缺钱？不过还是有网友替校长喊冤，称参加商演有啥问题，大可不必如此苛刻，享受音乐就好了呀。关键词：37岁女星车祸亡死。
昨日，据台湾媒体报道，以童星出身的艺人蔡亚珍在10月18日下午遭遇车祸去世，享年37岁。警方公布了事发当日的现场监控，监控中蔡亚珍乘坐丈夫的摩托车等候红灯时，一辆厢车在驶过红灯路口猛地撞了上去，直接将前面的摩托车撞飞，并且还向前冲行了很长一段路，而摩托车也被拦腰撞断。事发后，警方对肇事司机进行了酒测并带回调查，肇事司机表示是刹车失灵导致事故，而警方通过监控录像判定是司机误将油门当刹车酿成惨剧，但具体责任划分还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哎，愿逝者安息，大家出门也要注意安全呀。关键词：周震南被父母牵连。最近周震南父母欠债的瓜是越滚越大，而且让人害怕的是欠债的金额也是从9亿扒到将近11亿，而此事如今也直接牵连到周震南。昨儿个先是有网友周震南新闻评论区清一色的还钱了吗，随后又有网友发现周震南疑似被代言商除名，在官方账号中没有搜寻到周震南相关内容，而在官方店铺售卖中周震南相关广告也全部撤下，不过还有3个周震南同款尚未下架。巧的是业主那边也有新的消息，据业主爆料28日有记者采访，但是据传被周震南的父亲派人阻止了，所幸采访已经进入尾声，影响不大。从业主晒出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周震南父亲在当地的势力范围。哎妈，这连环爆雷看着都害怕，还是希望事情能够尽快解决，不然周震南可太难了。关键词：31岁韩国健美先生突传死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也得有禁忌。前两天韩国健美先生金基中因病去世，死因就疑似是拔火罐引起的败血症。哎呦，按理说拔火罐绝对养生，但在已有伤口的条件下还拔罐，确实犯了大忌啊。早前他曾表示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康复指日可待，大家伙也觉得以健美先生的身体素质应该问题不大，万万没想到病情急转直下，不到半个月就传出噩耗，这样的事情足够让大家伤心。悲剧的发生也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明星还是老百姓，呵护身心健康都是第一位呀。关键词：李小璐对镜卖萌心情好。最近网友们又频吃李小璐假奶量的瓜，这不23号甜心八岁生日那天，假奶量和李小璐都不约而同分享了自己和女儿的合照，而更不约而同的是两人的文案也是一模一样，看来两人关系也有明显缓和的说。随后又有网友爆料称李小璐已经获得甜心的抚养权，不过贾乃亮似乎并没有受此事影响，那还对着镜头比心呢。再看看李小璐心情也是美滋滋，一圈个看两人的关系也没那么差的说，还是祝福他们吧。关键词：伊能静为秦昊吻戏支招。吻戏看着甜也会被人嫌，如果碰到吃完饭就开拍，那滋味想想都觉得尴尬，不过和秦昊拍吻戏就不会有这种负担。知道我老公如果跟女演员要拍重要的戏的时候，我会帮他把漱口药、水、口香糖所有东西都备好。听到没，这样的老婆真的太贴心了。为啥静静子能够 hold 住姐弟恋，情商高估计是关键。看来秦昊片约不断，好评如潮，伊能静也功不可没吧。虽然咱被迫又吃了狗粮，但静姐的夫妻之道也算让人长知识啦。关键词：同时拥有两个爸爸是什么感受？当昔日最熟悉的搭档变成最危险的敌人，还跟你明争暗斗，想想是不是就挺害怕的？但是在热剧《瞄准》中的苏文倩可就不一样了，明明知道十分疼爱的小雪就是现在的敌人池铁城的女儿，却还是难掩老父亲的疼爱，悉心照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试试把那个苏子给去。爸爸，这一声爸爸叫的，别说苏文谦了，圈哥我都跟着心里一暖。小雪果真是真人生赢家，同时拥有两个这么帅气的爸爸。不过看看亲爹池铁城，我们赤赤子这次塑造的这个反面角色还是很成功的，虽然不再是小贤好男人了，别说这火爆脾气演的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连局长都发了嘉奖令，师叔的事那师父放他一马，师父自有打算。
输了就是输了。瓜友表示不满，你都认输了，为啥还这么兄弟徒弟？这要是换成女儿小雪，还下得了口吗？不过越看这样的剧情越让人揪心，期待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再度握手言和，却又害怕编剧虐人上瘾，让两兄弟两败俱伤，怎么办呢？瞄准结局，走心追起吧。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文静准备好了吗？嗯，好，第一题，最近看的一条娱乐新闻是什么？天猫双十一狂欢之夜会有我很多喜欢的明星参与，我非常期待。上一次用优酷 APP 看的视频是什么？酷的娱乐圈。最想合作的三位艺人的名字是什么？周迅、巩俐、陈道明。今年双十一必买的三件商品是什么？袜子、洗面奶、 T 恤。最希望自己因为什么话题词上热搜？演技炸裂。肯定可以实现。那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演技大考验，我们看看文静这一轮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哈。那这一轮当中呢，文静你要用不同的情绪对我们的镜头说早安打工人这五个字，好不好？嗯，那我们首先第一种，我们来对着镜头说啊。第一种是可爱的，早安打工人。悲伤的，早安打工人。霸气的，早安打工人。社畜的，早安打工人。台湾腔的，早安呀打工人。好肉麻，台湾腔就是这个样子嘛。你说的好，没有没有。好的，非常感谢文静，我们今天的新主播哈，做客我们酷的娱乐圈，我们也期待文静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跟我们早日见面。谢谢。海量吃瓜，理性消化，酷的娱乐圈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准时打卡，我是西西，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拜拜。这世界很酷。